就是母亲节了，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妈妈最喜欢的手擀丸子汤。首先我们要整丸子，先将水倒入糯米粉里，现在都好了，可以拿个粉团出来筛了。现在都好了，可以切一粒粒了。切完一粒粒可以切我咁碌完去了。我搓好咗丸子之后，我哋就把啲丸子落去个上面度，好易计要大人甜同加。我哋而家可以摆落去落啦。而家我哋冚埋个盖，焗佢两分钟。我哋而家咧，俾啲丸子落去个冻水入面啦，我要俾500毫升嘅水煲滚。我而家水滚咗啦，可以摆啲材料入去啦。多一分钟，妈妈最喜欢的手擀丸子已经完成了。